钟更新动态，华晨宇五分钟后直接回应网友，这是吵架。关于汪峰和华晨宇闹矛盾的话题一直传得沸沸扬扬，这几天很多网友都表示不解，一个是乐坛新秀，一个是乐团前辈，好端端的两个音乐特色也不重叠的歌手怎么有矛盾了呢？而能把这两个人关联在一起的也就只有我是歌手了，毕竟两个人一起参加了这个节目，且华晨宇和汪峰都是很多网友最看好的冠军得主。只是在网上的传言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，歌手节目组出来澄清了，力证华晨宇和汪峰并没有任何矛盾。而随后汪峰更新了动态，直接喊话华晨宇，听说我们吵架了。而华晨宇更是五分钟后直接回复了汪峰的喊话，谁说的，找他去。很多网友表示汪峰和华晨宇吵架不吵架不知道，但是感觉两个人的对话像是撒狗粮一样。也有很多网友表示这是见过的最搞笑的官方辟谣了，而很多喜爱华晨宇的粉丝也表示从来听过华晨宇和别人闹过矛盾，除了音乐，在华晨宇身上基本没听到过任何其余动态。